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转动情况。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是罗布奥特曼的动画，是一个外星甲壳虫。看看咱们罗布奥特曼的出场方式是不是超级的炫酷。好，首先咱们让你尝尝咱们的佛山无影脚的厉害，我一样。这家伙反应速度蛮快的，是吧？一个闪现，然后用他的小胳膊啊，就把我们打趴了。想让你打我，你要付出代价的，知道不？看咱们这个必杀技，像不像太极？哇，你这家伙也太不经打了！就咱们一个大必杀技就把你打没了，是吧？灰飞烟灭。咱们这个必杀技有点太暴力了。好，咱们再对战这个雷德王。看这个家伙的战斗力如何？看起来这一个家伙是蛮凶残的，是吧？哇，出场方式也相当的霸气。不要让咱们直接秒杀你啊！你得坚持时间长一点。看他的大尾巴，哇，上面都有倒刺的。后背上也有倒刺，手里还拿一个跟铜铃一样的东西。好，咱们再准备必杀技，看能不能把它给 KO 掉。你的皮这么厚，也是一招解决问题。把你这下午。跟你的这个长相不培养你的战斗力。好，这一个是大龙虾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个大龙虾变成怪兽，原来有这么的恐怖，是吧？他的打前个还一打一响。怎么长得也像恐龙一样？看看它的大尾巴，啊，还是跟龙虾差不多的，是吧？它的肉都长在这个大尾巴上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样又解决问题了。能不能来一个厉害一点的，是吧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老王的小伙伴，记得点个赞。